有人在吗？情况不太妙。送你了。
podría matar. ¡Ahí va eso! ¡Ahí va eso!现在物归原主了。那是谁？我们来谈点欢迎，我为你进了些新东西，老子这就算成交了，用子弹打，随时再来啊。
que estás ahí. Muérete. Ahí está. Mátalo.房子不算破，在这一带算鹤立鸡群了。这里进了一些新货，嘿嘿，来看看吧。教堂就是这儿了。谁？
bastardo! ¡Ahí está! ¡Agarradlo! A prisa, se escapan los corderitos. Perseguidles y al desafío a prisa, se escapan los corderitos. ¿Qué es esa地方? Where's the earth?
教堂也有着标志。为你尽了些心，尽欢迎，这就算成交了。你的选择很有趣，看看感觉如何，老弟。像你这种人，应该立马就那随时再来啊。真是个大胆子。你也长虫子了。Grant， 我来救你了。Ashley， 你在吗？首先，我们得离开这个鬼地方，放梯子。我，好。Please.
这儿有新货，陌生人，你会喜欢的。天气被 Hannigan 说中了。一群对付我们一双，而且他们这一群还他妈的全都是怪物。做好热身了吧，金兰？好吧，好了，就差堵上你的嘴了。淡定点，牛仔。应该能撑一会儿。这个没问题了。
分散开，我们有伴儿了，继续走，但是别出声，明白吗？好。不打不行了。不要再管他们了，这边走。听着，他想要的人是你，要是再遇见他，你就只管跑。那你怎么办？我会尽我所能。欢迎，我为你准备了新货。我几乎是有啥买啥。啊！我可出大，这把枪是个炸药桶，老弟，尺寸合，欢迎。欢不景气啊。好吧，艾水，路易斯刚才说，知道了，我们得出发了。
们就喜欢这样欢迎客人。有些东西欢迎，我为你进了些新东西。谢谢。这枪打脑袋跟抱西瓜一样，老弟，你的眼光真不错，旅途愉快。还好吧？小心闪光弹！这就是消息。谢谢。你能行吗？没事，交给我吧。我掩护你，继续。还有谁？小心。很好。不要，小心。
劝打扰了。没想到能在这儿碰见他。该去找亚什利了，忘记了，疯了。疯了。
抱歉。又来一个，你他妈的是越来越招人烦了。交通顺畅了。抱歉，我真不想和你们玩了。艾什莉，你在哪里？那家伙真不靠谱，他有麻烦总不能不管他吧。保持点距离。拴好你们的狗，主人们。终于不用再走这个迷宫了。妈的！刘晓，别看。
定是这条路。你看，上面有一尊雕像。还好吧？还好，我没。哼，是个饭厅。吃饭在这儿，还是算了。Ashley。好的。Leo。看来我们答对了。喜欢这件老古董，真可惜，你穿上了一个不像。不要，他想动了。老大，真的假的？你负责那个，稍等。这些应该不会动吧？我有一些欢迎进了一些。欢迎，完美！你的确很专业，就这些了吗？我几乎是有啥买啥，这就算成交了。嘿嘿，腾出空间再告诉我们，你所见就是我所可能为之可一时再来啊。
中吗？漂亮。骑士，不要动。是这样。
物来了。好好学学着陆吧。
是，世界终于安静了，愿你的主人节哀。 为什么还要还我？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欢迎进了一些稀有的货，陌生人。啊，我可出了个好价钱。你买了往哪里放？口袋吗？ 这些东西全都物超所值，别欢迎。等你箱子有空位，我再给你。我们欢迎，我为你准备了新货，你买了往哪里放？ 欢迎，等你箱子有空位，我再给你。哼，欢迎，腾出空间再告诉我，可能旅途愉快。 信任一个为保护伞卖过命的人，对我来说很难。你就知道了。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你有什么情况？你的身手这么好，你真的只是个研究员吗？我就是个平平无奇的、很有女人缘的男人罢了。 怎么样啊？妈呀，太煎熬了！他们居然在地下也养这玩意儿。这地下可是他们的圣地，他们就是在这里发现了拉斯拉加斯。从那些远古的琥珀沉积物里面，他们真有能耐。你叫我们做这玩意儿？那你有别的办法吗？
的退吧，桑丘。你叫谁桑丘？哼！看，动起来了，这样我们能快点。我做梦都想不到。嘿，我们要赶时间嘛。哦，说回来，说什么？希望你喜欢过山车。这才刚刚开始呢。
吃呢？我讨厌虫子，替我关照关照他们行不行？行，轻点儿。真体贴，你们没完了，兄弟。
我们要赶时间吗？要没时间了。 射器！太夸张了吧！艾什莉被关在这里。
这么久啊！
这儿有新货，陌生人，你会喜欢的。我们合作的挺顺利，是不是？算是吧。对吧？说不定哪天我也能当上特工。怎么样？我们可以保卫国家，不受任何威胁。你确定？不管怎样，先离开这里再说吧。哼，真没意思。这里进了一些，欢迎！我为你准备了新货。真是欢迎！啊，我可出了个好价钱。老实讲，有了它，你就不会喜欢别的枪了。我可能没资格说这话。但有时候过于强大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有趣，你不觉得吗？腾出空间再告诉你，可别一下子就死了。哎，还记得丛林里那场战斗吗？我们差点死在里面。凭直觉，别想，这是你最初教我的。我对隐蔽战术了如指掌，想起来了。怎么忘得了？相当了不起，听你这种人的话，我早就死了。你表现合格了，这是你的奖章。就是这样，新兵。
你不打算回头吗？坚持的力量吧！你已经死了，那就是你真正的力量。我打算退票了。你会为你说的话后悔的。 有一些新货，你肯定感兴趣。那是什么？ 谢了。等回去以后就把我请，我这是个好地方。一定会让你血债血偿的。
我这里进了一些新货，来看看吧。就快到了，但是你跟着我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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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一样。 我相信他没事，他不是那种轻易翻船的人。你很了解他。
有一些新欢迎，我为你准备了新货。我几乎是有啥买啥。陌生人，哦，这些都是多多。你是个有品位的人，我这里可有不少好品。多谢。我可能没资格说这话，但有时候过于强大并没有想象中。继续赶路之前，我想处理的所有还没办法。竟然如此亵渎生命，竟然。造型太适合你了 Samper， 从里到外都是怪物。不过约会还是得提早结束，不能怪我，怪你。我们走。嗯。现在能回家了。还没有逃出去呢。知道，这太刺激了。你真的是最棒的。